江苏省启东县是全国农业大寨市典型之一。过去，这里只种棉花，口粮全靠国家供应。近几年来，社员们树立为革命种田的思想，抓粮棉并举，争粮棉高产。社员们摸出了一整套两年四熟轮作制的办法，把麦子、玉米、蚕豆、棉花实行套作、间作、轮作，成功地解决了粮棉征地、征肥、征劳力的矛盾。在比协赶帮超的运动中，他们悉心学习外地经验，还派人到棉花高产的浙江省慈溪县学习种棉经验，取人家之长补自己的不足，有力地推动了生产。启东县人民连年获得了粮棉双丰收，是产棉区做到粮食自给有余的榜样。启东学慈溪，慈溪赶启东，在比协赶帮超的运动中，他们互相学习，共同提高。慈溪人民把启东县当作自己的好样板，多次派人到启东学习，决心把启东人的革命精神和取得粮棉双丰收的好经验学到手。近两年来，慈溪县量不断提高，粮食生产也有很大发展。在比协赶帮超的群众运动推动下，浙江慈溪的棉花今年又获得了好收成。收获甜菜的季节来到了，黑龙江省今年的甜菜种得早，管得好，获得了丰收，总产量超过了历史上年产量最高的1959年。内蒙古自治区是生产甜菜的主要基地之一，呼和浩特糖厂把甜菜加工成糖，这个厂的机械化程度高，出糖时间快。把甜菜制成糖需要经过20多道工序，先把甜菜用水冲洗，机械自动切丝，运送到渗出罐提取糖分。
经过一系列的处理，把糖质输送到结晶罐，结晶成糖糕。糖糕经过离心分泌机分离掉没有结晶的糖蜜，就制出优质白砂糖了。这个糖厂是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，每天可生产180多吨白砂糖。今年贵州省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天柱公社的水稻生长旺盛，可是在抽穗时普遍发现了稻包虫害。把虫害消灭在幼虫时期，这是天柱公社侗族和汉族社员的共同决心，干部、社员、技术人员全力以赴战胜虫害，争得了秋季的好收成。社员们在收获时精收细打，确保斗争得来的果实颗粒还佳。浙江省上虞县的20000多亩糯麻今年获得了大面积增产。今年春天这里低温多雨，影响了糯麻的播种时间，各社队的贫下中农带头集中力量打歼灭战，及时完成了播种任务。由于进行了合理觅植和及早防治病虫害，获得了糯麻大面积高产。油瓜又叫猪油果，是热带森林中的一种野生油料植物，它的果仁含油量比黄豆要高2倍到3倍，一颗瓜可结果100个左右，榨油5斤到10斤，油的味道清香可口，凝固后的形状像猪油，营养价值也很高。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科学工作者经过反复研究和试种，已经把野生的油瓜变成人工栽培的加生油料作物，也适合在亚热带地区生长。用插条繁殖的方法可以控制油瓜雌株和雄株的比例，而且生长快结果早。现在我国广东、广西、浙江等省也正在试种和推广。